张大师，如我今天12月22号，我的飞机是12月29号，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收行李的。我只是要确认放不放得下嘛，这次只有一个行李，应该会很紧绷。Hello， 大家 ，Good morning， 今天已经是12月22号了，我们22、23、24，最后三天了。莫名的有点开心。好的，我们先来拆今天的巧克力。今天22号，最后倒数第三颗巧克力了。今天是叶片的感觉。我发现这台相机就是你太近的去对焦它，它就会糊掉。哎，不知道，我还在摸索它当中，但是我们的 Vlogmas 就要结束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就是好像不知道看到什么文章，然后我就在测那个16种人格类型，然后我就发现我是 ESFP 人格。如果大家有去测的话，在下面留言跟我说你是什么人格，有没有人也是 ESFP。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蛮准的，反正 ESFP 的特性就是都是团体中的润滑剂啊，然后就是比较善于社交，然后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，然后三分钟热度等等。就是我现在在听是 YouTube 的这个，它叫 Sherry Note， 我可以贴在下面，就是它在讲解每一个人格特类型的这个就是一些解说啦，我觉得还蛮酷的，就是有空的时候可以听一下。好的，然后今天的行程一样，就是跟朋友吃饭，跟家人吃饭。今天有应该会有三团，就是等一下的午餐，然后下午茶，然后最后还有晚餐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以前同事，他现在到新加坡工作，可是他今天应该会飞台北，所以我想说晚上就是他到的时候，就是可能应该蛮晚了，但是就是还是可以找他吃个饭，或是喝一杯聊聊这样。又跑来西门町啦，今天要吃这个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从西门町出来了，我们刚吃完饭，超级饱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到，我等一下的约在信义区，所以我现在要来这里逛一逛。Hello， 各位。我现在又要准备去下一个约了，我们约了一家好像还蛮有名的咖啡厅。看看谁来了。最美的 KK 没有啦，没有大迟到，但每次跟元宝约我都迟到，没办法。KK 很专业，没有，好专业哦。我跟你们说，KK 是拍照魔人，我们刚狂拍。用他的新相机狂拍，他狂拍，到底拍几百张？我很强哎，都拍很好看啊。我们换到了一个可以拍网美照的位置，面对国小。
是他的问题就是他拍皮肤很好，就是因为他画质没有那么好，所以他没有那么锐。原来如此，那你现在用哪一台？我大台是用那个 Sony ZV-1 哦 ，ZV-1 不是也有那个吗？美肌？我现在在录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好喝到我点了第二杯。哎，这个杯子就没有 logo 了，可惜，很在乎 logo 的一个人呢。他很好的，就是他都会给你一个冷的，然后先喝，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品尝热的，从热到冷的味道，超赞。那我去点了。好，我被逼迫，某人逼迫说我一定要买，就经过一定要喝啊，约翰这么少，一定要来一下。没有，我是喝这个哦，生乳，对对对，我要一个生乳红茶，我分享可以吗？哎，对，一杯就好吗？对，一杯，好的，你要喝吗？好，展序一定要吗？要，好，我终于有展序了 ，by the way， 展序有没有存在最左边？有，有哦，很赞哦，很 pro， 跟他睡，他算买单哦。有没有存在左边？因为在国外的人都不知道，我觉得。哦，对，因为他们只有下载，国外的人只有下载载具，没有存在左边。我上次每次回来的时候都那个，就是我都找超久，然后店员就想说你在干什么，就是存在左边。哎、欸，我都拍的超乱七八糟，没关系，我都声音有进去的。他底这儿有一张相片。好了。盖头下压，结合，对，嗯，是不是？它是有那个这个味道，它是有点微微奶盖的那种感觉吗？嗯、很好喝哎、欸，是不是？而且糖度刚刚好，嗯。我刚才还想说五分会不会太甜？不会，没有，它就是一个很顺的味道，嗯。感谢大家的推荐，而且没有很大杯。对 ，OK。Hello， 各位，我朋友终于抵达台湾了，就是从新加坡，所以我现在准备要带他去宁夏夜市逛逛。我本人也是很久很久没有去宁夏夜市了，所以我也是迫不及待。到了，可以，远道而来，远道而来，也没有那么远，蛮近的。香菜吃吗，美女？你吃啊，我吃。Yeah, it's really good altogether.我们大概排了有没有10分钟？10分钟就进来了，还蛮快的。这个是米糕，这个是蛤蟆汤。我阿珍本人，手机先吃。很酥吗？听到吗？妈妈，你的牙齿，我的形象全没了。这个有比刚刚的那个蚵仔煎好吃吗？有哎、欸、呀！哇，超酥，好惊人哦！是不是？好好吃啊！哇，这张推荐哦，超推荐。虽然刚回家已经很累了，但是还是忍不住想要看一集《Emily in Paris》第3集。各位晚安啦，我要继续看喽。